碰脚，你不要动手动脚，你先暴力。一开场就这样子，不要。我已激怒了警察。是指是指，对，这一集公主我来了，不得了啦！来到基隆，基隆是个好地方，好地方。海洋大学，你看到没有？哎，这是世界 number one 的大学哦，世界第一，对，第一定啊，台湾头啊。哎，我们今天哦，阵容更坚强啊。哎，我先说我们这边的这位小帮手，太厉害，太厉害，他太可怕了，太可怕。对，最近才刚得到金钟奖。有没有看到我们这队已经闪闪发光了？黄金啊，对不对？而且这位他是基隆人，哇，基隆仔仔，基隆仔仔，而且我这个要求可以帮我赢金钟奖的。哦，你们派出那个是金钟奖，金钟奖得主，我们这个没有得。哎，开玩笑，真到边当然有啊，欢迎阿雅，小爱辣妹，看到没有？直接，哎呦，好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哎呦，太厉害了，他指导黄龙啊，指导，哎呦，哇！给他蹲回来，没有蹲回来，有我还是会开心，我就把他想成是舍琳娜就好。哎，不错，想象力，想象力啊，就花艺。好了，好了，我们要干嘛？你想讲什么？你想讲海洋大学是不是？对，这么巧，你讲，那都你讲。来来来来，我要 Q 音声，漂亮，背很久，要点音声了，背很久没有错。为什么？海洋大学毕业的人呢？他呢就可以传机师，传机师。船长，船长，而且造船，造船还可以养鱼，是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当月薪高达900,000的领水人。所谓的领水人呢，就是你必须从水手开始当啊，然后二副、大副，一直到船长。一到一定的年限之后呢，你就要考检定合格之后，才可以当引水人。每个港口呢，大概只有两枚，年薪大概70到90。你看看，哇，那基隆港有，高雄港也有，台中港也会有，哇。上了一课啊！好 ，OK，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样？你又想讲海洋大学的同学，他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特色，就他们很喜欢玩 TikTok 抖音，哦，所以大家要继续上 TikTok 抖音，把你喜欢的公主呢给投出来。好了，那马上第一关就开始啦，出发！海洋的味道，当然是不是荷兰的那种味道？想去浮潜啦，开心啊！这里好适合玩一个第一关哦。哎呦，那不然就把规则讲一讲吧。哎呦，规则从头到尾把它讲完，对对对，好不好？哎，我们两个钓鱼的人就不用出来了。对，而且我们在这边录影，然后怎么会有两个人在后面？这会不会太突兀啊？很突兀啊！就让他们钓。就是现在大家讲的，就是太 C 了，太 C 了啦！还是我就把规则讲掉了，就讲完。讲完，等下会坐两艘帆船出去，然后绕一圈回来。要帆船比赛，号角响起，终于有戏了。哎，赶紧是来打歌的，下面有戏。哎，我们继续去送幸福了。来来来，送什么幸福？号角响起来啦，耶！我的好朋友，好好好好。哎，大家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哇，录的啦！稀客稀客，要录多久？哎，你们两个都是稀客，对啊，喧宾夺主，哎，太棒，太开心了！你们今天就是我们第一关的关主了，对对啦。那么当然这边要进行第一个游戏嘛，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好不好？来 ，OS。你们话很多，你这样看就好了。回应回应，热情感动姐哦。我们不是后置啊。通常现场还是要跟我们讲一下哦。哎，他们后面看长短再说。好，那等一下，今天这么多人，等一下我们分5队。太多了，太多了。
看有谁知道规则，你知道？那你讲一下。很简单，你们就两队出海比赛，而且是大家后面看到的风帆船哦，然后呢，你们这个出海比赛绕一圈回来之后呢，找到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的身后呢，其中有一位会有一位真公主。哦，对，谁先回来，谁听我们的提示，我会去叙述这公主怎么样，她会去叙述她的公主怎么样。你们再看看谁的身后才是真的公主。哦，了解了，好，好不好？第一关开始，快去，赶快去，赶快去。我们要出发喽！好了，这一局一定要旗开得胜，马上就赢。好，来，加油吗？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两队准备好了没有？好了，那就快乐的出航啦！哟！扬帆，扬帆，扬起胜利的号角，号角响起。OK， 马上就回来了，好不好？航向你的新时代，拜拜。等一下，谁要来掌舵呢？谁要来掌舵？对，就是你啊！对，就是你了。因为你讲话，你第一个先有回应。就是谁？小周不讲话了。对啊，你看我们多聪明，现在都不讲话了。你要聪明。哎，方向感，你放我方向感可以。我告诉你哦，可是我觉得没错。他去，这个睡觉没关系。他去韩国，从头到尾没有用地图，没有用什么 Google Map， 什么都没有。对，真的厉害。走透透，小心哦、喔！等一下，我们这样绕绕绕绕，说不定我们就到达目的地是济州岛哦。太远了吧？你这知道我们有多强了？哇，安以爱耶，嗯，那我要加入安以爱那一队。哦，为什么？因为另一队有谢欣。还在滑哎！哎，你们好。怎么样？你要加加呛什么？要呛什么？呛什么？你们脸，看脸，你那个脸真的已经快要晕了。旁边那个女生在干什么？她头已经低低的了。你也想得好，这个是会想，我们会的。这样子飘，会不会飘八天或七天之后再回去啊？不，你先哎。哎，奇怪，为什么他们？展瑞，你可以让我们动吗？拜托，你可以让我们动吗？呛虾呛成这样，结果我们现在在原地干嘛？哦，他说因为风太小了。我们还在原地耶，没有吃到风。哎，奇怪了，哎，他们真的有在动。哎，你写要不要啊？哎，我已经努力了，队长。哎，我们队长是在干嘛？他们说真的没办法。我们怎么在原地？风太小，太小。对啊。我们需要用力吗？我们在洗门风啊！那我就来喽，然后你看开始吧。我知道了，大家不要慌。帆船在跑的时候都是斜的，好吗？不行，加油！绕顺时针，对，来，然后再给它拉紧，拉紧，拉紧，好，大家都可以了，就这样子，我们赢定了，拉越紧，跑越快。我们歪了。展瑞，你不要一副在拖地的样子。展瑞，我们要去。方向要对，方向要对，不要一副拖地，不要一乱改。他们已经乱了套了，他们乱了，是吗？好可怕！那边吗？对呀。
小心海巡署来了，海巡署的。我们是去找公主，医生是我们的公主。你阻力也太大了，投低一点，投低一点。对，这种就是大意，骄傲。龟兔赛跑，我看没有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谁会赢。烂招，对啊，谁敢去的？好啊，好啊。去抓他们的船尾啦，天哥。好，快点，再快一点。我抓他们的船尾。我们只能在这边抓。我觉得抓一个老人家在前面这样子拼命。尽力的大叔要给我们争取一点。没关系，他们也不一定会跳到头。没有，重点是先到也不一定会赢。后脚下去，小心小心。我会让你握住的。没有摸到，没有摸到。那推一点，推一点，推一点。K 哥，你是晕船的。我们没有醉哦，我没有醉哦。两样琴呢，对吧？琴呢，是啊，这个队长一直碎念的。我觉得没有啦，我也是恭喜他们啦，有吗？我们恭喜他们，恭喜他们，让这个社会更加的不公不义。不公不义，他们都。不过说实在的啦，就算是王队先回来，他们也不见得选得到。对，我们还是有机会嘛。王队那感觉好像，我也老天有眼啦，你们气焰那么高，然后这样子，对不对？从头到尾这么刻薄，等一下你们就选错。这样讲有点不公平哦，再给他们公平的再比一次，再比一次好不好？你们再比一次，快点啦，快点，快点，你们就好了，就开始选吧，开始选了啦，啊，不，你们要讲啊，不用讲，就直接选了，没有描述怎么猜啊？描述怎么样嘛？尊重公队，那请问一下黄队队长嘛，对对对，谁先描述呢？那先讲，那翔哥，我先讲是，好，我这一位呢，真的算是一位美女公主啦，好，当然美女，你后面应该还有，就这样，公主就这样，学弟啊，我跟各位讲啊，年轻貌美，身材呢这个非常的匀称，哎，那164公分，50公斤左右，哎，32C 24C 35，差不多，仔细，对对对，而且哦，你知道吗？他曾经哦，自己去潜水的时候，通常遇到鲨鱼的时候，我们会跑哦，对，我们会被追嘛，他是去追鲨鱼哦，速度这么快，那个是厉害的，鲨鱼看到他会害怕，追鲨鱼，我们要小心哦，选我就对了，好不好？好，欢迎。我这位公主呢，其实我早上第一眼看到她，我说真的，她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啊。你是没有戴眼镜还是怎么样？没有，她还没有化妆。化完之后呢，我发现她是个很贴心的人。化完还有？化完妆之后，要关的。讲真的啦，我不喜欢你这一种物化女生。我没有啊，你用的量词不是，我完全把它的整个比例讲出来。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只说一个数字，就是36这样。啊，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36哦，不是年纪，年纪这样真的是有可能，有可能，老师是有陷阱在里面，帮你打折线了。好，来，应该是听完了，我们讨论。好，没有黄队，黄队，好来。好奇就是他不会弄浮夸，他不会杀我。对啊，以你对他们这么深入的认识，你会怎么选？我这么敏感，真的。你们呢？我有，我是乱讲，因为他是有看到过，他才会形容那个，而且他刚刚讲的形容太危险。你觉得太浮夸？我觉得你还蛮中肯的，我没有看过你这辈子这么中肯过。你好中肯。有答案了，答案吗？有答案是。好，太好了。可他一直想讲事情。你想要讲什么？你到底想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会讲一讲他们改变选择。不会，不会。我跟你讲，我不想讲。你有病是不是？我不讲。我不讲了。在那边开录前，关羽迟发了5分钟。我不讲了，你们选呐，好，看你们怎么选。我们要，我们四个人答案是一致的。真的吗？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翔哥。翔哥。哦。
相信强哥，确定？相信你的为人，相信我的为人，不会撒谎。对，确定的呀？确定。那你们这边就只能选耗子喽。你看吧，还是有机会。如果先选，你们要选谁？选你呀、啊！选你啊！我也相信你，一定是这样。相信你，因为我觉得你不会说谎啊。我相信你不会说谎。真的、啊？哎、嗯欸，那我就要来公布了。那由阿翔身后的这一位公主，请出场。在哪里啊？啊他笑起来，他笑起来，其实他是有点像桂纶镁。哎，说对了，对不对？哎，他有海大桂纶镁之称啊，哦，对不对？有了，哎，一比零了。你真的以为她就是公主啊？她那么漂亮，另外一个更漂亮。啊，这还不是公主？这边如果漂亮过她，他们就赢了。你傻傻的，你大学的标准这么高啊？那不等一下，你们自己评评断嘛，你们自己评断啊。这东西，这东西是很主观的。而且，请问一下，我为什么会先 Q 他？通常错的会先出来吗？不，我相信他，为什么你相信这个节目？啊，耗子，他很体贴的这一位。耗子，谢谢你的。现在欢迎耗子这边的公主出场。哎，来。渔业系，渔业系，他是奶龙责任的经纪人，渔业。他很，我说他很，慢慢来，慢慢讲。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他，没有注意到他。化完妆之后，我是说化完我自己的妆以后，我看到他很体贴，好贴心，贴心。送水呢，给你展龙跟展花。展对了，36是什么？36。我说不要物化女生。嗯，你刚刚讲那个真的太物化。我太物化。那36是什么？跟各位女士对不起。哦，那我在这边说声抱歉哦，跟大家说声抱歉。怎么要道歉？没有，我跟你，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哎，对。我可以请你把那个扣子打开吗？这样子会比较没有化，比较不化。你才要道歉吧？你跟观众道歉，不要这种态度。等一下换你们跟我道歉。好，来。闭嘴。好，哥，他凶啊，不要物化女生，不要物化，永远不要物化女生。对对对对。你可以帮我把衬衫打开吗？纽扣打开。哎呦，怎么样？再开一点，再开可以吗？可以稍微。有没有36？有没有？老板，老板，我到底没有说谎？没有说，真36。我有说耶。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下次会注意。好了，我们恭喜黄队真的选中了，好不好？好，那请问一下主持人现在要干嘛呢？现在我们就是要任务时间了。任务时间，纳入公主任务。任务，快跳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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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公主跳起来，跳起来，耶！你太对，你太对，你找他跟跳，你找他跟热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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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热他，热他，快热他。选到我就是你们一个好的开始，保证今天可以顺顺利利的。两个人真的要选择，我们一定选你。为什么不选阿翔？为什么不选阿翔？因为他是水中蛟龙。对，因为这是水关。对啊。感觉阿翔水中还好，你比较厉害。对。是因为水的关系，不是人格的问题。好，来到我们这个关卡。来到海洋大学，怎么可以不跟这个水有一点交涉呢？对不对？我们这一关的公主即将要现身了，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公主驾到！哇，气势啊，梦幻！梦幻啊！我们整个还飘过来，你看，还真的，它的尾巴，啊，栩栩如生啊！哇，我们要救它，救它，救它！救它，救它，救它，救它！哎，好，看路人，邪恶，好邪恶！小心，可以站好，站就不能讲话。
下好吗？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人公主于涵。哎，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室外游泳池。然后海大有一个毕业门槛，就是每个人一定都要会游泳，所以大家对这里都不陌生。你几腰啊？你几腰？你五脏六腑摆哪里？22，22腰，22腰。拉起来一下，拉起来一下，医生。我不要。今天发生什么事？你可以一下。好 ，OK， 那你们再慢慢聊，我跟他先去游泳。怎么啦？不是啦，还要讲解规则啦。对对对对，今天他来要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一关的规则是。公主会来出题啊，但是黄队，你们的谢欣已经被绑起来。好，谢欣，不要谢欣，不要离开我们，救我！好，究竟谁要救他呢？我们黄队，请派出一位代表吗？好，这个球真的很大一个。好，就是我们鲁鲁的翔哥，翔哥，对啊，阿杰，阿杰，我还在看球，大家在往上看嘛。自告奋勇，我们也不好意思来。团结的，很团结，很默契，好累。对呀，你们是好搭档，这个是真爱。听他一下，真要不要听他一下？我知道谢欣的整个一个在游戏闯关上面的一些关卡的能力在哪里，他只会拖累我们而已。你要跳到水里面去找答案，而且你要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什么？你一起来之后，大概要花40分钟再抓一次你的头发。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可怕。你们那个板子不要在下面好不好？浮在上面，我们用抬头蛙泳就好了，不能弄到像在下面。对呀，不行，我们要有可看性，好吗 ？OK， 马上。我们的公主要出第一道题目，出题目。那等一下，我可以先裤子先脱一下吗？可以先脱，先脱。因为认真，不是因为长裤不好浅，不好浅嘛。我说实在的，这个裤子一脱下来，现场的女生会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哎呦，好难过。你好美，画的好细啊！好细啊！天哪，小美，你腿太细了啦！溜了，溜了。请出题。请问，台湾史上最畅销的专辑是阿妹的《Bad Boy》，但它是西元几年发？谁知道啦？来猜看。行，妹妹，请开始。加油！谁知道啦？我说这个快跳！一定是一宿开头的啦。就好，太大颗了，他根本拿不到，下去大颗，你先
要破，后退一点，后退一点，我好害怕，是太瘦，要爆了，要爆了，比我还弱，我会下去，太瘦，远一点，远一点，快破了，没有人敢靠近，没有人敢靠近，快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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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深呼吸，深呼吸，我知道了，还以为他羊水要破了，要破了，要出来了，这个表情，打中了，打中了，加油，打中了，要下课了。哎，等一下，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一组到底是要救谢欣，还是要救？他不行，到底谁要救谁？要不要？帮忙叫个救护车。好了，翔哥上来了，翔哥。好烂，搞得两个人都毛心体。你们游戏规则先搞清楚好不好？没了没了，你要救他。回来了。好了，对了，结束了。好的，知道干嘛啦？你怎么？可不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我真的很努力，但是呢，我在这游泳这部分，我真的是不是很擅长，能力不足，更何况要潜下去下面，所以我好不容易吸了口气，然后下去，然后发现我一直下不去，然后就噗噗噗噗噗，然后碰到之后没气了，然后起来，然后下去，然后下去又再没气了又站起来。那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只想要拿那一张牌，如果我拿那一张回来是对还是错？我想要选的是哦，你想要选的是1999，来看一下答案，答案是1997，哎呀，那报是对的，报是对的。反正我们两个来潜，其实我也可以潜，来，你也可以潜，因为我怕气球。那我想跟浩子哥一组哎，那我们一组，然后我想要跟浩子哥一组哎，你等一下。对我们有点信心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我？因为浩子哥是水中蛟龙，对啊。我觉得浩子哥感觉比较潜得下去啊。那他游泳啊，想象啊。你不是说你不会游泳吗？对啊，想一样的。对，我游泳超强的，游泳超强。你们傻傻的。做了啦。现在红队推派出这一位呢，是大家都想要解救他的天哥，大家都想要救他，不知道为什么，对，很喜欢看到他坐在这张椅子上。接下来都是他，有对哈，奇怪，你们现在联合起来整我？没有啊，谁叫你们出来要欺负我们？好，没有，我们是喜欢你。那你们红队要派出哪一位来解救天哥？啊，他们不是派出哪一位，他们三体都是耗子游，这么喜欢游啊？啊，那有啊 ，OK 了。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公主来，假如大乐透中奖2500万，实际可以领到多少钱？哇，你又出数学题？多少钱？要扣税吗？扣税，扣税，扣多少？扣80%，扣80%，请开始解释。不是啊，他是领八折嘛，八成啊，就是2000啊，真的，还是你有中过大乐透，所以你去环游世界，一直有在投资，等我原来有希望，下面一棒 ，Let's go。现在呢，我们第一回合呢，红队以1000-0的这个比数呢，你要冠再次领先，这样你也爽啊，这样你也爽，干嘛？我们赢了1000分啊。OK， 露露准备好了，露露不要脸，不要让我失望，露露。先不要你失望，那你先让我把裤子脱下来。好，对，脱。我跟你讲，露露脱下裤子之后，所有女生都会很开心，因为她腿很粗。你等下就慢慢动。
太简单了吧？到邮局开户，最少要存多少钱？很简单了，开始！加油，六六！先不要，先不要！好快哦！快点，露露！我已经感觉到他有气了。使出吃奶，加油！加油！加油！大一点！手很酸，劝止，劝止，换手！哎哎哎哎！不要来！天哥，不要这样！天哥，天哥！不要！天哥，快点！快点！快点！天哥好厉害啊！那离你最近，离我最近，大家就是你就说根本数字根本看不清楚。你有眼镜，所以那个是200的，眼镜已经掉了。哎，对对对，还有在里面，有眼镜。怎么？跟他讲一下，眼镜已经掉了，那腿有没有一样细呢？啊，没有，还是这样粗的。不要吵啦。掉了。好，现在红队呢暂时以0.001比0领先黄队，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获得这关的胜利呢？这一次呢派出了 Ken 哥要来解救小爱。Ken 哥，你真要快一点，我很怕气球。Ken 哥好像很会游泳，对不对？你真要快一点的，我还可以，是厉害。看起来就好像青蛙的感觉哦，像青蛙，而且怕冷，青蛙直接。像有记忆吧。知名专辑《花道》在西元几年发行？请开始。还有在跳吗？我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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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恭喜答对！恭喜答对！啊！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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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人家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好看，我想要他开心，公主好尴尬，公主好尴尬，让你开心，让你感受我们北部人的热情。哎，今天我不知道你那么快，对啊，你超快。男人最怕人家说他快，好吗？但是你想我们内心的痛苦吗？我们在水里面，但是远远听到你们在台上啊！哦，先不要，先不要，我们内心是很痛的。关卡非常的刺激，对，是啊，我们就是在同一个泳池换了一面，而且还背光哎，对，还背光。你公主嘞？海洋大学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公主太多，所以我们这一次不是只有一个公主而已，我们找一位公主，还送一位公主，买一送两位一起来了啊！欢迎公主。神秘感哦，都看不太到了。神秘感。欢迎。
且小麦是，哎呦，小麦是个金色，好健康哦，好美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君娜。君娜，对，我大家都叫我英文名字，所以我就先自我介绍，我是君娜。哦，君娜，稍微有一点小 gay 白哦，大家都叫我 Ken 啊。我们两个都是商传系毕业的，那我我是毕业生，然后她是我的学妹，那我现在已经自己出来做水上旅游。哦，我是现在还在二年级的何真，然后我同时也是海大帆船队的队员。哦，帆船队的队员高手。是的，好，两位要跟我们解说一下我们这一个关卡里面要玩什么游戏。手会蛮酸的，如果滑那个桨的话。如果他们拍一个男的，我可能会输。对，如果是拍男生，女生一定会输。你还真没用。想尽办法，想尽办法要找你。老实说，你的功能是什么？老实说，我力气真的蛮大的。第一关还是不要怕他，还是不要怕他。天哥一定出很招，不是他不是出很招，他是出剑招。对，剑招。奥博，你看自己赢不了。我跟你讲，台湾人就是他们现在状况是这样，你知道吗？他赢不了，他就去抹黑别人，他就说人家很贱。好，可以看到呢，现在呢，从颜色上面来判断呢，胜利是站在黄队这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黄色的。哦，太好了，对不对？那红队的派出呢？就是天哥。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就可以打败你们三个。你刚开路前不是这么说的？对，你现在是很紧张，没有把握，很紧张吗？现在其实我有点紧张，因为我们派出翔哥是真的平衡感很好，他玩太多游戏，水上游戏什么他都很在行。游戏没有，我就不按水性，你刚才也看到了，水的这一部分我还真弱。是吗？哎，对对对，先说一些客气话。太客气了，谦虚。谦虚哦。哎，那我今天以退为进。那我今天就是想办法让你以后一辈子都不想玩水上游戏。准备好了，船头碰到对岸就算赢了。好的，各就各位，预备，出发！哎呦，你这样磨，加油！哇，好晃哦！他已经很不努力在滑，我已经很不努力了。他一开始都没有在滑，他等两次。一开始我就说了，你们公斤数有差。来，那我们50公尺自由式，我们再来一次。我没有，没有。假装用，再另外再加。没有，那个50公尺自由式。好了，我们先一开始先让你们一下啦。1-0，你根本没有让，你是努力在滑，你没有让。你先要讲这50公尺自由式来。你队长，你讲的话队长很尽力。我怎样？你说来50公尺自由式，来，来，往上，往上，往上。第二棒，请问一下，你们黄队派出的是？就是我们的六魁六柱。对，我们是派瘦。好，我们这边派出的是干鬼干鬼。我是六魁六拐。好的，好可怕。这个回合，我们给龟给拐即将要跟六魁六拐来比赛，我们即将要让六魁六拐输到六魁六拐。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先管用，不是这样讲的，是我们黄队会赢。好，我只是在预言而已，好吗？好，没关系，没关系，认输算了。OK， 两队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预备备。
他们已经在痛哭了。哎，就这样就赢了，这样就赢了。我突然好想睡觉，赢了。我突然好想睡觉。轻松啊！先到了谁的那个船头先碰到对谁来不要到还没有到红色红色耶我们现在来钓那个是谁把我们的船踢走来来快点快点快点里面没有说不能干扰哦，对啊，规则里面没有讲哦。你怎么加入了报国队？跳过你感染力太强了。等一下哦，你看哦，我们刚刚在滑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滑的时候，他们两个，刚刚还有一位侧拍的一位潜水员，就这样子在旁边，然后我们就这样撞到他，他就不见了。没有人关心他，他不见了之后，他我们再发现他可能有抓交替的现象，船拉住了。怎么这样子？对啊，怎么这样？有影片吗？有影片吗？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他就抓住啊！对，啊，因为他我们请公主评评理，公主，公主说话最公道的，公主，公主，公主，谁的船头先碰到的？谁的船头？告诉他们，谁的船头？讲清楚，讲没有没有没有，公平公正，不要被影响。来，告诉公主说，公主说，胜负不是船头，胜负，胜负，团队，耶！我们为了荣誉，我们还是要玩第三个关卡。这个很难说服观众朋友。对啊，接下来是除非，等一下，要赌要。对，你说的，浩子说的没错，要有个除非。对，没有什么为荣誉的啦。好，赢的这一关，制作单位提供5000块，这样子大家就会拼了。哎呦，对不对？想跟战队 ？OK， 可以吗？等一下，我要搞清楚啊。赢了这一关划船的那个人得5000，不是划船的那个，没有，划的对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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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钱不是重点，我们只是想要赢。没有钱才是重点。没有钱才是重点。我们不能这样。没有，天哥，那你结束。我们钱很重要。我们是在钱头上。就是在整个现在气氛完全都整个热络起来，完全有热络起来。这样子好不好？输的那一队要叫赢的那一队爸爸。我叫 Daddy。不要这样，我要拿钱。不要拿钱。哎，拿钱再加爸爸。来啊，敢不敢来？不敢。来啊。好，等一下，敢不敢？等一下，敢啊！我妈妈，对啊，我们可以换别的。可以，女人的叫爸爸，女人叫妈妈，爸爸妈妈，孩儿不孝。好，敢不敢？敢不敢？然后要在爸爸妈妈面前惨意于心。彩虹林，彩虹林，这样怎么样？可以的嘛？这样子，各位，我们就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们就创出了一个新的综艺新时代了嘛？对。有动就钻了哦！加油加油！好，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新时代关卡。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关卡是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怀抱的一个关卡。好，因为要去见爸爸妈妈了啊！有空啊 ，OK， 两队，我们谁要来选择我们？这个算是我们的船只啊，我们现在那个翠群赢人可以选船，对对对，黑白翠，来这就推。5000块先给我了，志在必得。
刚我问过公主，公主说圆形的只会转圈圈。不要这样子。哎，你那个浮力比较强哦，你那个浮力，他那个浮力一般是吗？哎呦，其实制作单位是别有用心的哦。好了，这是荣誉的一阵，青蛙王子滑水对上观音坐莲，好啊，两队到底谁胜谁负？预备备，开始！150给他们个人的，不要干，不要干，100块。
我都收起了。而且他放这边是直接碰他的举举因为刚才你们一直对着我喊说展瑞滑滑，不行，我那时候说两个一起滑一定会打架，因为你们意见要意见不一样，我不知道听谁，你们很没有默契，你们对呀、啊，你们怎么你们在是觉得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我们现在居然会这种吵架，我跟展瑞展瑞真的很没默契，翔哥过来耳提面命，不要怕，他就告诉我们俩不要怕，他说还有一个插对的插插卡亲没插亲，然后你要两边这样子，两边这样子，对，要不然会偏会偏就歪掉了，而且不要怕，这是一句很重要。好啦，好漂亮的地方，有人知道这是哪里吗？海参馆，太漂亮了！今天要找个大来宾，一样大来宾了。今天的大来宾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已经是号角响起，不可能再有别人。号角响起来聊，已经这么大了。对，他谁找到了吗？已经找到了吗？已经找到了。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关。好快啊！但是我跟你讲，现在网络的力量越来越盛行。你看、啊，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 TikTok 抖音，抖音，哎呦，大家都在玩，大家都在玩，对，是不是？有人玩这个玩到办见面会，玩到变超红的，人气超高，今天好像听说他会来，对，听到的红。这个弟弟他听说有20几万粉丝，是弟弟吗？弟弟是男生，弟弟是很小，听说是抖音里面男神。哦，好，那我们要透过问问题的方式，然后我们要找到他，对不对？但是一样，当然我们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呢要知道上面的密码，很痛。知道上面密码的话呢，我们要先问人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但是说要问人的时候呢，就把它夹上去，然后六七，然后再把它呢拿下来。哦，这样子要拉啦，拉下来不是拿下来。刚刚不用试，那每问一个问一问一个人要夹六个，对啊，那夹六个，最多夹一个嘛。最流行，我们用那个最流行的，先不要全好了。来，那就夹你好了，来来来，夹吧，来来来，夹，夹，哎，快，最准最准，好，要问问题了，备好了，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痛了，一二三。要慎选，要记住。OK， 好，我们出发去吧 ，Let's go。好，走。题目是针织珊瑚开展日期。开展日期，珊瑚。这里的针织珊瑚啊，你问人不就好了？对啊，问管窗，问管窗，知道了。二楼，二楼，二楼，我们是二楼，二楼。好了，我们去问管窗。那个珊瑚展在二楼。赶快去二楼问就好了，一定会写的。对啊，可以问啊，没有，对啊，他们已经把海报收起来。哎，快一点，快点，不能让他们跟上来。我的开展日期。哎，这个，我问他，他一定知道。他一定感觉就是很想跟我们聊天了。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藏起来。他一定知道，对，你赶快知，问一问，赶快知道，对，好吧。他是找一个不如短痛，对，找一个有经验被夹。有经验的，有经验。好，那你们先拉，来来夹。你有经验的，先不要。你算是有经验了。这里节目热门惩罚项目之一，小朋友哥哥姐姐都有练过，千万不要模仿哦。它会长大，对，那请各位先转向后面，好，看看这个，有张。
心。小丑鱼，小丑鱼，小丑鱼有吗？他怎么一懂一懂？已经太多消波块，真的，这里应该怎样？对不？太多了，那破坏原本的海岸线。对对对。它有一些动物，比如说要上岸的，哎，消波块的不要抖过不去，过不去了。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持你让你去跟政府讲，来，我们再派你代表，来来来，你去讲，你去讲，你去帮我们讲几句话，然后讲几句话，这一片剪下来，我们另外买广告宣传。我想要让动物有一个岸可以上。对，然后你就要跟模仿海龟来四十五度角。你说我要上岸，我要上岸，我要上岸，我要你说我要上岸才软。我就是啊，我们现在是让你关心关怀环境。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来，你介绍一下你们做的。哪个是你做的？来来来。是的，一定要问了之后就没完没了，没了，要全盘接受。这是你做的吗？来，请问这个，这是你们的。我现在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学校的？北长白长女士，这个是你做的？这个是你做的？是，相信你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的人生变成这样子吗？对啊，老师，再讲下去的话，我们节目这个节目就要拿金钟奖。今天截止啊，今天是10月25号，明天是26，1026吗？10月26号之后大家可以来看这个真实珊瑚展，10月26开展，其实蛮到2月20号，对，到明年的2月20号，那很，为期4个月，好，我要开展了，来见证奇迹的时刻，1026，哎，6，哎，真的是明亮，对不对？Karma's a bitch. I'm starving, gnarly, radical. On the block, I'm magical. See me at your college campus, baggy,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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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 生猛海，生猛海鲜，海鲜有基隆吗？基隆生猛海鲜在哪里啊？没有，可是它这里有珊瑚哎，有珊瑚，应该等一下，这个应该是这里，这种在这玻璃窗。帅哥们，我们走了这么久，抓到一个人了，太好了。看起来很博学多闻，看起来他很有学问。来来来，面对摄影机，来，在这边工作，你的职位头衔应该是不得了的吧？嗯，经营管理一个小小的主任，来服务大众。哦，是主任呐，主任好，主任好，主任好。难怪你对这个欢迎海科馆，欢迎来。欢迎来海科馆，哎，我们今天哦，最主要也是要把这个密码给找出来。对啊，知道密码，对，知道密码。要请教哦。当然就是要请教你啊，因为题目跟海科馆是有关的。真的，你一定知道。哎，现在最近有一个展览日很特别的，是珊瑚。不能说，要先提醒一下我。我本来是想要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找安怡亚来问啊。我吗？对啊。没有，我讲一半嘛，那你猜一半来。对，一人猜一半，一人问一半。几人夹？几人冲几波？感情较袂输。啊！哎呀，鼻子好痛啊！你鼻子真的 OK 啦？真的。啊！大家其他地方都不能夹。双眼皮真的还假的？这是哪里？有睫毛，等一下，有睫毛，有睫毛。啊！三，认真的
对对，要达到这个答案前，我问一下好吗？那搭到海科馆要搭什么台铁的什么支线？台铁的什么支线？什么支线？台北到海科一路搭火车，请问要搭什么？好，你要问问题是？对对对，来来来。11026中了，有了，有什么？有吗？像吗？所以是找哎，两位啊，没有两位哦，是两位，两位，是情侣。他说是抖音男神耶，啊，抖音之霸。这个我看一下，后面基什么？基隆生猛海鲜，一个装饰的像基隆生猛海鲜的，对，一定在这里面，不能再问主任。我们要问。主任，主任，幸会，谢谢你，感谢。我觉得应该是要去别的，应该算是别层楼或别栋，要进去。问他。好，问他，因为他是导览人员，他一定知道。问他好不好？没事吧？因为我们要问他，又要假一下。要走过去，如果要问大哥的话，我们是要假。对啊。那要假的话，就要找要猜拳熟悉的人。再来。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先不要，你也帮忙负责一个吧。先不要，我也负责一个名字啦，可以啦。那你也负责一个啦，啊，我负责拉，好不好？啊，我也负责一个，我也没有，我们在一起拉，一二三，我们一起拉，好不好？一、二，好怕。你这里面的环境应该很熟悉吧？啊，是还蛮熟悉。那没问题的吧？对不对？这个地方像这个人像还蛮多的地方，人像会先还有一些之猛海鲜，这个在我们海洋文化厅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海洋文化厅在里面，我们要怎么走？海洋文化厅要先进馆几楼？要先进就在我们的三楼。三楼，现在就在三楼。三楼，哎，会不会进去右转就到了嘛？那稍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进馆的须知。哎，好，因为我现在进去就是博物馆，对，稍后哈，我们如果要这个拍照的时候，请麻烦把闪灯馆关闭起来。哎，那里面禁止奔跑哈，嬉戏。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说里面是不是禁止用晒衣夹？禁止用晒衣夹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明文规定。你还蛮有综艺效果的，大哥，真的是很过分啊！我很紧张。好，那我们接着就带领大家哦，带领大家下个展厅喽。好，来里面，大哥，麻烦你了，谢谢。哎，他们在那边呢。他们怎么会在那边？赶快跑，他们跟上来，快点！哎，你笨蛋！他们没跑啊！我刚看他指我们，代表他们怕什么？应该没有那么快吧？对，应该没有那么快。那消失的海岸线，看到没啊？与海争，哎，我们可以合影哎！五、四、三。三、二，你快一点好不好？倒数快一点可以吗？快点！我刚被……我们问他好了，哎，请问一下哪里有生猛海鲜啊？不要问，问了就要……啊，不要！哎，他也不会回答我们。磨砂吧，那是咀嚼肌。斧头，好像斧头砂吧，是不是？是咬在头上。还是我们就放弃，不要。各种鱼类，对，各种鱼类都有。认真的，你要先让他们去。是粉笔吗？好美哦！这个可以带小朋友了。哎，好帅哦！嗯，来这边感受一下大海中的生命。还可以玩一整天。我觉得怪怪的。这边就是水母而已。我们要对不对？自食其力嘛。害怕被夹。应该要问人的，应该要问人的。我可以问你吗？好，请问。好，那给你。回一下，回一下，回一下，回一下。一定得这样吗？对，来。哎，不是吧？
不是假鸟，他负责拉了，好不好？好，好，来，你帮我拉一下，好，来，最假，那好了，快快快快快点，来来来来，快点，用用用，你快点啦！基隆生猛海鲜在哪里？哦，这是在儿童厅。儿童厅，一楼，一楼的儿童厅。哦，一楼。刚刚那个不行，那个只到五楼而已，要从这边。所以一楼是儿童厅。一楼儿童厅。哦。你问，你问，你问，你先问吗？真的要讲，要讲。多多探索我们的国立海岸科技博物馆，毕竟是那么美的一个建筑物，而且那么丰富的内容，我希望大家来。那换大哥讲，你真的是华阳讲，也真的是被你说服了。他说，因为这边又真的很好逛，他也讲的蛮诚恳，也多亏你，我们才逛到。他冒冷汗了啦，我说假的。冷静，先不要玩。先冷静，冷静，冷静。等一下，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吗？
对，没错，给一个，只能选一个，一个而已哦。三、二、一，请选择。好，谁谁？是我。来跟我玩，所以我真的要，今天因为你在场，所以我特别就要表扬我自己。我也是关系在哪里？讲好讲，难得你们来呀，我是要表现一下，加油，全力以赴了啊！决胜关，决胜关，喊话喊话，加油加油加油！上一个人没有办法睡觉、喔，为什么呢？因为会在肚子，因为一首歌，因为肚子太胀，对，太胀了。是啊，很开心，对不对？是好 ，OK， 这么厉害的大餐，我们究竟要如何能够得到它？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关，对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好，有一个人要来跟我们宣布，他已经不是人了，哎，他是仙女来着。哦，他是做神像来的，对不对？你是仙女吧？那个名字。OK， 我们欢迎我们这一关的公主楚珊。美食公主张楚珊，然后这边是在海科馆顶楼的海洋景观餐厅，对，然后这边除了可以看到八斗子跟九份的美景之外，这边还有一个基隆的冠军美食锅物，就是这个冠二热锅。哇！他的手势很多吗？冠二美食锅，这个，而且他手都摆在很。等一下，我们想要看你表演一下，来介绍一下。那你等一下就还吃这个，吃这个，来一次，来一次，来一次，三个 ，Go。这些美食呢，都要欢迎我们的布里。啊。是，那我们这边最主要几个特色，第一个是景观，然后接着的话就是我们的海鲜部分，海鲜是我们的主力，那我们是以意大利式的料理加上我们这个台湾式的料理，就是用混搭式的异国料理的方式，对，用融合的方式来煮来呈现。那这两锅是特别要介绍的，那这一次我们基隆市政府办的基隆好食网络票选渔夫锅，我们这一锅冠二渔夫锅得到冠军。那第二锅红虾鱼生海安康鱼锅，是我们得到亚军。亚军，冠亚军，对，第一名都你们包的啦，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获得？怎么样呢？啊，应该就是比赛要得，要。好，那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公主，谢谢助理啊，谢谢。讲解的非常的精细。好，来，接下来游戏规则呢，就是派出两位队员蒙上眼。你看手势又来了，我们很期待他的手势。两位队员蒙上眼睛，然后用脸贴脸的方式去碰触物品。你看他，很可爱，厉害，马总多学习。然后碰两分。
成语就刚刚就一个成语故事，就东施效颦。哎，对了，来继续干嘛？干嘛？我们要有一点叫。我神经了。而东施要动作。好，来，来，我们有时候要教育性的东西给大家。好，来，河东施。队长会在旁边用钓竿的方式去钓你们猜。然后两分钟内猜对的人就可以获胜，然后获胜的人就可以享用这些，然后输的也有惩罚。输的也有惩罚。是被你打屁股吗？还是？让你听一下吗？是秘密。那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加油！好，最后一关，黄队已经准备好了。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因为干嘛？因为可以小声一点吗？开始了，黄队大声。好，在干什么东西？那不是在玩那个游戏。好了，来，不要闹了，好不好？现在就是遮掩。OK， 公主，对对，我们要看一点美的画面。那个，哎，我们要一起说，好，你们决定好了，然后三二一就讲答案了。叫什么？
就是那个刷那种菜瓜布那种，对对对对，然后刺刺的那种，刺刺的，然后再刷碗盘。不是不是，答错了，是刷马桶的。我们刚刚有去刷了一遍，所以我们确定是刷马桶的，确定他是刷马桶的，确定刷马桶。对啊，他可以刷。好，你打开眼罩来看一下。这可以刷杯子啊，这可以刷杯子啊，对，这本来就可以。可以啊，刷子，这就刷子，这就是。那红队呢，也算是答对了。最衰的黄队，好，这一组呢是露露以及展荣，没错，好，准备好了啊，这种时候都很没有安全感，哎，又来了，又来了，不要再乱了啦，不要，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好，准备好了，好啊，预备备，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是你 Q？ 要他 Q 公主啊，对啊，谁要 Q？ 好，我变公主，好，我跟你说对不起，哎，不要。
表面我觉得是壳，然后刺刺的，刺刺的。那因为我不太敢吃龙虾，我不知道是。可是我会不会是螃蟹吗？螃蟹的表面是刺刺的吗？我没有用到刺刺的。我有感觉有那种就是凹凸凸的表面。螃蟹。好，决定好了吗？决定好了，我们要倒数三秒了。来，三、二、一。螃蟹。恭喜答对了。因为我们都最强。因为我闻到夫家的味道，对嘛？我
们一开始讲的是他们要教雾蹲跳嘛，我们原本说十下，但他们刚那样呛我们，我觉得应该要加哦，两百吧。你决定，你决定就好。你讲清楚，你讲清楚哦。好了，那就跳两百下。展瑞，你是晚辈，你要要。现在等一下，展瑞，你是晚辈，对，我是晚辈。好，那他们跳两千下。要记得上 TikTok 好吗？抖音来票选一下，看看谁才是你心目当中可以代表海洋大学的公主哦，好吗？欢迎投票，欢迎投票，一定要投票哦哈！下次见啦，拜拜。来，你过过，这我过。哎哎，怎么其他人真的是哦，这活动桃，活动桃啊，只有奖，难怪那么瘦哈。哎呀哎，哇，那你。你再胖也没关系，你是吃不胖的体质，你吃不胖的体质，干嘛这样？你把人家沙发坐坏了就走、啊。